404 not fun， 放纵的快乐在如今就像是大家都忍不住想看又不敢正大光明的看，忍住不看的人似乎显得特别厉害。保持自律，然后呢？然后要学会延迟满足，然后呢？然后别让低级快乐毁了你的生活，然后呢？然后你可快闭嘴吧，王尔德听完了只想翻白眼。人们感到痛苦不是因为笑声取代了思考，而是要去思考此处是否可以有笑声，到底是时代的焦虑还是焦虑的时代。查重之后发现并没有新鲜事，只是烦人的话被说了两遍，总有人试图告诉你要怎么生活，好烦。要听一堆没有建设性意义的建议，好烦。燕雀没啥兴趣知道鸿鹄之志，鸿鹄非要告诉他，好烦。达摩克里斯只想好好吃顿饭，一抬头头上挂一把剑，好烦。没人规定一朵花必须长成向日葵，但走过的路人不那么觉得，好烦。有人选择大步向前，有人选择享受当下，本来也都挺好，就怕有人太吵。选中不会看腻的指甲款式，并不比选个远大目标更容易。思考风口在哪里，并不比思考晚饭去哪吃更高尚。说服自己需要自我说服的事情前，请先拥有自己情绪的拥有权。在哄骗小孩吃药的时候，要先掏出一块方糖。同理，在鞭策前行的路上，要先把快乐塞满行囊。看不进书本滑，就把书本关了吧。不想学习的日子，可以刷一下午手机，这不犯法。老板专心说废话的时候，你可以专心找表情包，这很必要。今天天气不错，就是奖励自己翘班的好理由，这很合理。正大光明的享受每一个值得快乐的片刻，这是成年人的正义。面包是嚼得动的蹦床，奶茶是可以喝的童话，我的快乐就在此刻。